身歌舞女伶东方不败张清芳重返小巨蛋开唱，金曲歌后阿令助阵。两位天后合体，底下尖叫声不断。张清芳坦言跟阿令私底下不熟，不过觉得他在今年的金曲奖表现很可爱。就阿令出来颁一个大奖，我就在想，哇，你胆子这么大，哇，就要飙了，走路很美。接着下来就讲了。接下来为大家颁发的是最佳华语女歌手奖。张清芳还点名阿令是他请过的嘉宾中最会唱歌的女歌手，这次大咖嘉宾还有他。看到胡瓜大跳十六吨，张清芳笑到差点唱不下去，好友相见欢，少不了互亏。请问是胡信宏先生吗？啊，是。我想你今天会找我来，是因为阿信没空。这次演唱会，张清芳还一连演唱25首歌曲，感动万名歌迷。继续有这么的，立刻下载静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